为了要戒烟，有人会改抽淡烟，这是可行的吗，王医师？那以淡烟来说，它一样跟我们浓烟它比起来，虽然它的尼古丁的量会比较少，但是呢，你为了要让身体得到更多的尼古丁的刺激，其实你会抽得更深，抽得更多，然后抽得更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一个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所以你有试过？因为我有试过，因为我可能本来抽0.7毫克的。然后我降到0.1，可是因为那个量已经差了0.6，你不要小看这0.6，差很多，有时候因为你可能抽0.6的只要抽一支，你抽0.1的时候或0.3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抽到2到3支，反而变得说你抽的时间更长。所以就是王医师刚刚讲的，就他刚刚讲的那个状况，那与其这样子，那你就倒不如要么就完全不要抽，